啊，啊，看哈那金都有没有金牌？哎、欸，白金有没有很帅？好无聊我都刚快都快吐了，那画面要一直晃，然后一直开，一直晃，一直快，快吐了。15分钟内完成，就游泳啊。嗯，17万，差2分钟，对啊，嗯。第三章咯，又回到最终章咯，最终章咯，最后了，嗯，三章了呀，三章，对啊，谁跟我讲五章？什么五章？没有跟你说，就跟那个啊，猜那个太平洋一样啊，有五个章节啊，不是不是 ，no， 谁骗我？一般抢劫才五章啊，嗯，哇，我怎么在机场？我也在机场，因为我们然后我旁边周雨月，哇哦。警察伯伯，你怎么拿枪？存钱咯，把钱存起来，然后我们要到公开了。对耶，我开吗？还是啊，我先去好了。我在邀请单人，等一下等杰克到公开吧，在 RP 的一开始。Hello， 要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抽烟啊，抽烟，叫你抽烟，谁准你抽烟啊？搞什么东西啊？警察啊，谁叫你在那边的啊？要抽烟还不制止他啊？啊，这他在干嘛啊？谁叫你出来的啊？你给我进去，进去啊，进去，塞进去，啊，塞回去啊啊！打打打打，啊打打打打，啊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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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咕当！错路了，错路了，错路了。你，要进去了吗？等你啊！我还在半空中。到啦，等我一下哦。嗯，等你。哎呀，这个人闯红灯啊！好了 ，OK。玩家不在战局中。嗯。嗯。杰克。加入，确定。哦，对耶，他叫武装坦帕，还有一个重型车框装甲。嗯。武装卡帕。卡帕。的咔啪，咔啪，我来了。阿倩，打阿倩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还好多。十六，什么东西？就研究的东西。哦，啊，
必经之路啊，我以前是这样啊。安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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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安。嗯，为什么这里不会关门啊？为什么啊？你们为什么会关门啊？我要出去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可以加吗？啊，我进来了，不是吗？说繁星跟哈记，我刚刚看你不在战局，然后现在终于飞下来了，好。再飞上去一次，咚咚咚！感谢哈娜，呜、撞烂不行啊！撞烂之后撞自把自己撞死而已。啊，回来了，窗回开好了，可以进。没有吧？因为不会打波波吗？叫我下去帮忙打。哦，然后就说你跟那个啊，你孙女一起学啊，一起学波波吗？对啊。然后在边打的时候，哦对啊，那个台啊，哎呀，我说你就会啊，你不会按。打台湾奇案。台湾奇案。啊。我刚刚聊天室很奇怪，嗯，那个是 YT 跟 Twitch 合并的嘛，嗯，然后我就看一下 YT 刚刚有350个人，然后合并后的聊天室总人数，是总人数哦，340个人，嗯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那 Twitch 都死光了，死光就算了，还把 YT 的带走吗？对啊，倒扣哎。那好笑！哇，这人怎么瘦成这样子啊？皮包骨哎、欸嗯，多运动一下，多运动一下。瘦成这样子，多运动一下，长点肌肉。现在是要进谁的？我需要怎么进谁的？杰克或是我的都可以。进来之后，魔豆帮是要进谁的？一样繁星啊！一样繁星啊！我只在看货而已。哦，他想篡位了。没有。跑起来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跑起来！跑起来！然后 YT 人都不见了，YT 人还更少。那、啊、你还要再跑吗？哎、欸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加油！加油！跑起来！好、哦，现在是晚上都流行不穿衣服开车啊，很热哎、欸。加！啊！你怎么跑前面去？这一栋该不会是？哦，不是。加油，跑起来！加油！安安哦。加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好，我开始要喽。好。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啊，我被拉下来了。下啦！我再坐上去。哎呦，我被拉下来。哎呦，你再踩我一下，我坐上去，我再坐上去。哎呦，你又跑到下，你好开心哦！哎呦，你走开啦！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走走 走，出发！确认一下，都来了哈。有，我还没进去。雨月还没进去。我要了，不用进设施吧？我来了。不用，我们在外面跑是要拿什么的、嗯？用杰克试过重型狙击枪了吗？有啊。什么重型狙击枪？就你刚才乱飞的时候打到那一下哦。我发现它的皮带是彩虹哎、欸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撑了、啊。你累了？哼，真的。撑了。你累了？哎、欸。
哦，我突然眼睛跟吸了麻一样，突然花了一下。哎呀，最后他车子不想追了、欸，他放弃了。他累了，喂，摔进一个洞里。怎么叫进入重环画面？啊？按一进入重环画面。好、啊，松蛙哥，重环。为什么是重环？你应该是开心的吧？末日来临吗？最后一个。对啊。我要怎么选？这样正确吗？我问一下聊天室。哎、欸，辉，这是正确的吗？同玩末日抢劫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跑过的关系吗？有跑过一轮的关系吗？哦，所以这样要重玩吗？因为我之前跟他们玩过啊。要确定哦。对，拜托，请回答我，嗯、我们经不起这个挫折。再来是会崩溃哦，再来是真的会。回答的也要确定，是要确定哦，不是说大概吧哦。那我换 CEO 吗、欸？按下键、啊，你是骂我下键吗？我没办法按啊。有人要打你啊！我换 CEO。哦，两个 NPC 打起来，两个 NPC 打起来了。哦，这么凶哦！谁会赢？谁会赢？哇，这么凶哦！哦，啊，解散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换 CEO 看看。哦，左拳右拳，哦，哦，你把他打倒了。哦，他死了吗？好了，要你们了。好。好了。阿基、哦，这么凶啊！阿基，哎、欸，你断了吗？没断啊。进来啊！好、哦。嗯？现在进来。这里，那我回去工作了。救护车救人竟然把你过去，哇塞！然后最后被我的暴君二给取代了，哪一招啊？居然之前把人家碾过去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可以吗？如何？那刚进设施。哦。哇，键盘上的上下左右按不了啊。嘟噜噜噜。嘟嘟噜。嗨，嗨，嗨，你讲啥？我听到你讲很不雅的话哦。不然我们三个都破过啊。嗯，我没破过。有啊，有啦。哦，你说最后一个那个是不是？嗯，啊，所以我按重新游玩就对了。先等他回答我。嗯，他回答。他说啊，拍摄，我资料查错了。对，你查错或发生什么任何失误的话，嘿，你懂哦。按 S， 我按 S 就是变这样子啊，抢 SL，
好啦，按了、哦。姓 S 呢？哦，白痴，可以了，按 S， 没错。他很棒。对。嗯。我看一下剧情哈。哦，左键可以跳过动画，属于哦。嗯。都先前置嘛。对。好。哈基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？这么安静啊！我在做聊天啊。哦，好，偷走装钱的行李袋。啊，开始玩喽！啊，被标记的现金。然后这一次的任务是我很还是很陌生的时候是 S 哎 DSD 他们那边欧北森又莫名其妙结束的。嗯，哇，真不敢相信艾文是坏蛋！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怎么离线了？啊，我又离了？我、哦、没有啊，我看到你死定上线，怕怕、啊。死定不稳。又喜欢这种哎、欸，像这种房子，感觉像民宿、旅馆的地方。有人到了，我喜欢这种。我到了，这么快？哈基。取得行李箱，喜欢这种屋。行李箱哦，那有没有放的行李箱？哦，放在后面。好，带回去。好，没有我们的事啊，回去喽。有事哦，四星哦，哇，再高一点哦。末日三的任务很简单，我知道很简单啊，我们解过了、啊。而且还是要交换，换啊，一个会飞，一个不会飞。你先帮我把底下警察弄掉啊。我们去远一点，好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哦，喂，哦哦，在干嘛？这个等讲完之后再解决嘛，急什么？我不，我只是想早晚都是你的了。我只想打他旁边的警察，然后两台车刚好走完，然后就立刻接子弹。哇，早晚都是你的人了，何必急一时呢？哇，直接轰掉了！这是在你东西你自己捡的哈。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好，我要去给他烧。邀功。升级应该不会小心吧？哇，累了。耶。我们就看着这个夜景吧。好诶、欸，没有太阳出来了。Money. 噔噔。嗯，暴君二跟末日抢劫无关的，对不对？无关。哦，暴君二是飞天车，不是那个末日抢劫是飞天车。德克斯特。德克斯特。暴君二是后来的，嗯，夜总会出来的时候一起的。跟金海委员一起。嗯。废话，我知道啊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感觉暴君二应该是要跟这个有关啊。解到哪里我不知道，看今天进度吧，不知道会解到哪里。顶多因为那时候有跟一个暴君二很像的、啊，就那个什么个人飞行器，反正就是最后那个啦，就是那个站着跟钢铁人一样的。嗯、嘿, 嘿，下一个。等一下嘛，这个电梯很慢。为什么我在天上会飞着飞着就冒烟呢？啊，我们故意讲的，你太认真了吧？你要不要去冷静一下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
我没有一个观众啊。阿童之前就是讲说他很啊，他就是那个啊，说很自己没有朋友玩啊，太强啊，朋友不想杀他那个啊。哦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发生什么事？他认真磨人啊。他说很简单啊，哦、那个考验技术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技术。对啊，哦、要看技术台，不要在这边看哦，拜托，请你走开。侦、嗯、查。这里不是技术台。这里拍照，拍照。磨人哦。怎么紫色？是粉色烟。啊，你他粉红色啊，你不是粉红色吗？对啊，我是粉色烟啊。啊，别人说，有人是说紫色。粉色的。就跟你讲说，他再淡一点点就紫色，深一点点就紫色了。粉色、紫色，相反的。他记得关麦，不想跟我们讲话了。对啊，哎呀，我怕被抢，不行，我最近玻璃心有点重。怕被谁抢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谁抢你？杰克？他在跟观众聊天。哦，也是一样吗？一样。哦，不一样哦，那就好。没关系。没有啊，看有没有认真磨人在你的聊天室啊。你 you know？ 手机拍大门，西门，我这吗？啊？他有很多。哦，他真好有印象哎，这个就是之前帮那个啊，帮那个繁星拍那个码头姑娘那个，对吧、啊？我要去那个码头拍。哦，这已经开始解到我们之前那个最后一张那个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最后一个了。我们已经在解那边了。跟着相机走。我应该不用离开设施哦，你们加油。不用，我们处理就好。我已经在拍了。好远。安安。嗯。我去拍码头。拍照、啊，你们去拍室内吧，室外我拍的差不多了。黄坡堤，这里。耶、yeah, ！我这里拍完了。楼上房间的照片。剩下就交给你们啦。建筑物内部。对。很强哦，我的车。安安。啊。我到了。然后嘞，你死了，你是跳下来了，对，他就转角处，就旁边那个栏杆很容易按到啊。拍完了，离开这区，啊，干嘛？我下得来啊，我撞到那个门框，哦，突然撞到门框，对，痛啊，好痛。为什么我的暴君二有时候会冒黑烟，有时候不会啊？我的有时候也会，好奇怪啊！带个暴君哦。哎，离开此区域。这个聊天室帮我进七天了、啊，这个。哦。近七天够吗？没有、啊，就是会有一些来乱 啊。人跟官方讲啦，就直接把账号锁起来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认识官方就请这样处理一下喽、嗯。那么北吧，处理一下喽。
啊啊！怎么了？哇！抱歉，你的车嘞？骑摩托车骑到摔倒了，抱歉。哦、就分心看了一下手机，然后就摔倒了。哎，提不提得起来？谢谢。好，那我看你的。直接骑走，有双 A 大战，带什么不理他了啦？玩熊啊！你这个太颜色太深了，看起来就像紫色啊！但是它是粉色，他跟我说粉色、欸，哎，这颜色太深了啦！人家都叫你帅哥，帅哥也不是真的叫你帅哥啊，也是，对啊。如果哈基都会笑、欸，哎，有一个路人，哈基不要听，对啊，等级好高、啊。今天的关键字怎么没有触发到啊？对啊，帅哥帅哥、啊，踢他，什么踢他？什么东西踢他？不是会踢人吗？不是有个路人？哦，有啊，有办法踢吗？不是，就是每个人要投票。好，你说 ESC 嘛、哦啊，线上，然后嘞，啊，玩家线上有，哦，玩家，然后点他，有个剔除，剔除，嘿，我踢了，我也按了，但他的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他的头贴很可爱啦，但有点恐怖，线上到的，线上玩家，然后选他的名字剔除。就是听说有时间啊，就踢了一个人之后，要踢下一个有 CD。哦，踢掉了，黑神，黑神，嗯，转圈圈。现在诺诺可以进七天了，不是啦，就是假如他又来台的话。就是看到一次变一次，然后变七天这样，还是手动的。我是听阿神说那边好像他也有功能可以变七天嘞。哦，是哦，有新功能啊。我刚看好像没看到啊，还是测试中的功能啊？可能测试吧。哇，刚好在那边、哦欸。不要扎到车，不要扎到车哦。好、啊。在这边发呆吧。有一个人在哪？在这。好，解决。那你开啊。好啊。他怎么下车让我开啊？他就好。嗯，好。他怎么是他自己跑下车、欸？哎，我说，啊，这里要怎么？这台车头。阿纪，哎，换车要吗？换车，换什么车？换音乐的。没差。啊啊！好好，可以动，可以动。哦，痛啊痛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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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好了，出发喽、哦！你的车上有东西可以玩吗？可是我要停下来你才能玩。哦，那不用，那走吧。黑神不就是要定点，然后往上射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對啊，他就有印象吗？你可以找一个，我知道。啊！他在射我！他在射我！弄掉了。噔噔噔！别搞错嘛，没有鱼会掉。噔噔噔噔！嗯，好可怕。嗯嗯，你跟我去撞。抱歉，我在滑手机。好。嗯，不要掉杆。噔噔。啊！他在射我，
哇哟，偏了偏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在射我？没有，我瞄好，他扭过了，射到。我要离开交流，我要下交流道了。好，我要换一条高速公路了。那是上匝道啊。嗯，那是上匝道，不是下交流道。